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龙，又回来玩这个巨人的猎手。这一次玩的是墙外调查的，然后这边是我做巨人的啦，然后可以开始了，大家 ，Let's go，Let's go。Okay. Yeah. 喂，三瓜，杀掉我！拉你的弟弟啊！我是娘炮的巨星中。救命啊！把我巨星中啊！太神了！我是八星。我看到小龙，快来给我压一下！小龙，OK。密码是一二三一，开门进来啊，那个黑线。哦，不是，防兵叫什么？防兵是青蓝色的 LUN。日本。密码一二三一。是日本。没有，亚洲。我不走。走。技能太少人啊，技能不会，只有我和李杰尊做这个人类的。等一下就会回满了。喂，到底哪一个是哪一个？我好甜哦！我要 TPJO。李修一次打了个，听不到啊！来！果然是我们这几个，那个我在我弟弟亲戚在我前面的，我们四个一起去。没想到你竟然给我灭了。我控制技能很差的。小燕，我要过去你那边。为什么？救命啊！我弟弟啊，走开！小燕，我要过去你那。弟弟，我弟弟啊。救命啊！飞机。这下子输了。我看到一只智慧种，我就当巨人了。Let's go, let's go！ 帮你啊，忙了！没有啊，巨人那个体力要多一点啊。我舍弃了人类，当巨人了。巨人多少都不够啦，现在。马布来说巨人。等一下，我的使命是卖掉人类。啊，我取我的力，快点。你了解吗，李兄？我的使命是跟马布。太想吃啊！太神了，难道太想吃？这不太好吧？
等我啦，小燕，我看到你一直在跑，然后现在完全跑了。那我哦哦我，居然可以再跑！我来跑一跳舞。哇，巨人可以跳这样高的吗？巨人可以跳这样高的吗？哎，小燕，等我啦，我是你后面而已的。有了，看到了啦，在这边驻守了，快点呢。哼，原来是你中，怪不得有点强。走，我们两个是陆地军团。我骑，我们骑马，我骑，我们骑马。你总是要跟我马的。我骑，我骑到，我骑到，这样。巨人灭亡的翅膀。哇！冲冲冲冲冲！哦哦哦！太帅了！巨人太少了！不会，还不维护我们？等一下，我关系好。啊！不要过来！我快好了，李兄，我快好了。威力！直到完成计划，等待哎，点发送就好了。来来来，跟我来。来，你想杀我？你想，你怎么可以杀我？来来来来来，杀我！我那么无辜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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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是要延迟的。我根本都没碰到。我盲人，我超不会伪装，然后我攻击对啊，我要伪装。刚刚那个是李兄。我第一个是被盯上了，然后老师说很夸张。然后我们抢到了。谁先冲？谁先冲？大家一起上！大家一起上！所有人一起上！哟！有敌人，冲锋小组已经死了一个了。好，林杰啊！林杰啊！林杰啊！我在这里。灭了你！来吧！跟我一起起来！哎，来来来来。来来跟我一起来！谁在唱歌？当然是我啊！后面弟兄，小心一点！来，我后面救命！后面那个救命！前面那个敌人救命！我带援军来了！巨人登岛，我带援军来了！李兄在第三个据点。巨人，我带援军来了！来了。我成功了，他来了，嘿嘿嘿嘿嘿嘿，哎，来了，没关系，我带人军来。李兄被干掉了，李兄被干掉了，我弟也被干掉了，他的嘴被我干掉了。No！ 你这边呢？哎呀，不知道谁给我灭掉了。灭了你！他爬出来了吗？他爬。他不能。太帅了，我都爬出来了。你敢看我可以变回巨人了。太帅了，我援军请出来了。你把亚尼也请出来。我把他们请出来了，太帅了。秒弟弟，哎，老于去跟他们单挑了吗？哦，不然就得被我压。我超哥被你压低了，还是困难哎。念念等我，念念，也不知道谁被我压了。不行，他们被你压了，就他妈都不去找人类。被勾掉，被勾掉，不要！我把援军带过不去。完了，我敌人休息。快点，爸爸！没事，我来了。继续，我去找人类吧。我刚刚杀了谁？你杀了爸爸？快跟我去找人类。马布，马布在哪里？马布，等一下，我怎么？
我都已经把爸爸请出来了。技能不够多只了，技能太少了，技能。没有。技能太少了，赶紧过来，小玉来，小来，小玉来。再来一次。爸爸，小玉来，小玉来，爸爸。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抓过去。来，打不来，小龙来，我操啊！等我，我快好了。我一定要把爸爸请出来，那我还会。不来，小龙。没事。我是卖人类的，给巨人跟人类平均拿、啊、才比较好玩。我是爸爸。OK， 我爸爸漂亮过吗？我站在第四个点那个。再灭人，杀了。延迟太严重了。阿伦，你是爸爸对不对？啊？我是爸爸。阿伦。什么东西哦？阿伦，你是爸爸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我是爸爸。我在地上爬都能把你吃掉了。算了，我不是你爸爸，我直接打。阿伦是直接跟你们单挑。天哪，你在地上飞，哪里有？那你怎么跑？我要冲去你们那边，为什么你没有传送这种东西？妈妈，你下了。小叶，下了。走开，爬才是王道。李兄杀了我们一家亲。最好的尸体是跟我儿子一起的。李峰，别推我！工具，非正常。美女要出来了！美女还要出来了哎！我要去杀了妈的青筋种。嗨，狙击。连亚两个，真的完蛋了，真的发心动来了，我记得要表演了。我在那边冲傻逼，亚到两个人，太帅了。辛苦了，让我们看我的事。走开，发心才是王道。鬼在那边，鬼是发心哦。不是，我觉得要我这个积极的老鱼。哦，你不知道谁被我亚了？你弟被你亚了啊？我看你左上角的拼几高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最近偶尔玩多的不是。拼一百就是那个，你会延迟一百吗？等回复。哦。攻击我，快点！巨人来杀我！我是诱饵来杀我吧。我来。看我一次杀两只。爸爸，那只爸爸是老鱼吗？不是。好吧，你暂停这个点吧，然后站在里面。好吧，自杀。为什么？你就站里面就好了。够了，我要猥琐了。我使出同情。猥琐万岁。你要使出你叫 gay。我要去潜水了。我要去潜水一下。我看这里。去潜水一下。我看这里。哇，你要流过来机器啊！快召唤你！快召唤你！快点！我现在没手感，因为我普通了。耶！就这里召唤巨人。耶！我躲在屋顶上。我离地只有面。
哦，亚尼跑出来了，去吧，亚尼跑出来了 ，nice， 巨人的晋级呀！我们输了，根本就是完全输了，先八十分，八十分。我在这边他们砍一次之后，早就输了。阿罗，我压到你。我就说 ，no。大家都杀我。就杀你比较好玩呢、啊。因为你人品太差。好吧，最后一局 ，Let's go。算是重点之一吧。人品太差，重点之一。我捡大字，我把压死。小燕等我。快点！你在哪？我已经飞去了。哦吼吼！你知不知道我今天在那个，我跳超高的。哎，不就好棒棒？我觉得还没棒棒。哎，有人一直自杀了。我啊。不不不啊不！我怎么一直自杀？不。嗯，好，继续。哎，我是记我是云。不，我爱的我是平的。灭掉小龙，灭掉小龙，灭掉彼得。那只小小只，先灭掉那只的，先灭那只的。就死了小龙。那只说不定是跳死的。哈哈，曹哥被我压到，好可怜。对，我延迟很久。原装好难用啊、哦！原装好难用啊、哦！那你是否每次召唤原装做什么？原装主义者，原装。你这张卡牌。没有啊，我是大只的。打不掉了，我要抽血啊！啊！我被抽血了，小龙去死吧，小龙！哇！手指按到抽筋，手指我的抽筋，手指按到抽筋那么可怜。你们这几个，我真的抽死了呗！我要看你们暂停据点，不要杀我！拜拜，小龙。看他是谁啊？英雄毫不留情的把你自己的弟弟给杀了，哎呀，六亲不认，他是不去了。老鱼，我太肥了，你不能怪我。减肥了，我在减这啦，我你没看我已经很努力的跑这了吗？好、哦，算了算了，改天再来，改天再来，不要拜托。去死吧，小龙！你怎么办？真的好一个，直接闯到金币。哦。文琪，你竟然被我吃到，你太神了你。哦。我怎么卡在这里？啊！这不一样，距离烧。好，我先说。刚刚想说用一级闪，但是我又想说我不会用一二怎么用？别掉小龙了。超哥，一闪有何意义？我说一闪，我来个马布来跟着我，马布。我说一闪啊，你有问题？你看，哦，算了，我先充气，我先充，我先不出，我不出技能，我不能那样子了，我先充气，充气，然后前面不是打不吗？啊啊！被吃被打死了，第三句点的。为什么没有凯之巨人出现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个是谁？拜拜。我杀了二轮，拜拜。这几个？啊，谁？哈哈哈哈哈！但是我啊，你太得意忘形而已。除了我还会有谁？我的想下来大概有四个尸体。四个尸体。拜拜。一只就足够了，一只阿伦就足够了。哦，我又多了两个。巴布，我死了。哎，弟弟，又再多一个。哎，老鱼来了。哎，要不再浩哥，浩哥，浩哥。超哥去死！把布被灭掉。超哥去死！哎呀，老又死了！太帅了，这个。为什么偷袭我？我们没看到你呀，这么这些畸形走开，跑回家了。
真奇怪。你看我这边差三次就要输了，这样不公平。干嘛炸弹？我杀我太难杀了啦，技能有体力太难了。对啊，没有是因为那个人类只要砍巨人就会那个分数啊。对啊，分数一次减二减三的，每次。七星总是三分啊。是吗？他这个。对啊。一只七星总是三分就GG啦。哎，你被围殴，你还能灭那两只？刺猬总几分？刺猬总几分？不知道，他灭掉四只了。他被围殴灭掉四只。我被围殴了，我救命啊！哦，你杀掉六只啊？你说你被围殴杀掉六只，什么意思？对啊，你被围殴也得杀六只。我不维护，没敌人维护了，维护我没敌人。我来了，你说那个是我，老鱼是死啊，老鱼。哦，老鱼。哎，不，老鱼怎么掉了？啊！老鱼我来，老鱼我来，我帮你，老鱼。你在哪？我在唱歌。你在北方山丘。太高。你在北极山。我不是说过等座山吗？啊？我不是说过等座山吗？啊！我已经成为了龙。不。完美的跳跃。哇！打断我在那边轮转了，完全看不到你。是不是后悔了？再掉三只就没了。哦。要不要杀掉一只星星就输了？这样有人要一直换，一直换反而会扣更多。不会啊，换的时候不会扣分啊。是啊，那这可能输。哇、啊，如果换可以扣分的话，那我看早就输了。哦，不是，没关系，最后一场我赢的，而且还是被。好，边全部抓人类集合啦。累，滚，用个滚，嘿，嘿，我的滑鼠不见了，没有了，真的假的？我的马在跟别人的，等一下他那个鼠标怪怪的，哎哎，好吧，继续冲，对，继续冲，对，就是这样，继续冲，冲，上来 ，OK， 然后。这一边，然后这一集就拍到这一边为止啦。然后，巨人还是一样的那样悲剧，真的落后的太离谱了。这一次巨人，然后下次为了平衡的话，可能会选那个巨人是 abnormal 咯。然后，好吧，喜欢我影片就给我们一个 like， 然后有优队的话，你订阅我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拜拜。加油啦！